是岸边，就是我们这里是高一出来，岸边的很多漂亮的建筑，有的都是才1990几年才建的，或是80几年才建的。那个吊桥过去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个绿色的这个，2000年才建的。这个公园其实是很大很大，这边有一个雕像，但是这个人口好像有点抽象，穿那个裙子应该是蓬蓬的，应该是什么？岸边有一个雕像，到这里以后，这里还有一个宽宽的，啊，那边在雕像，这还要在岸边。1672应该恰好也是在争，航海到台湾那个时候吧。早上出来，除了看博物馆以外，我几乎把鹿特丹已经绕了半个市区了。现在进到这个小马来了，我早上好像走到这里去，在前面一点。建筑的底下真的用大黄色，可以对吗？现在有太阳真好，哦，早上被风吹得不得了。